进入广告。广告。腾讯视频 v.qq.com 网络链接似乎出现问题，你可以刷新或使用兼容模式播放试试。使用客户端播放不稳定，立即下载错误码 xxxx。我要反馈，暂停。下一集0:01:32直播 ,1:32 弹幕高清超清 ,720p, 高清 480p, 标清 270p, 倍速 0.5x,1.0x,1.25x,5x,2.0x, 倍速播放在这里全屏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，下一个即将播放取消。广告广告，山东官宣续约莫泰，年薪获达300万美元，创 CBA 纪录 50%、75%、100%。ADC 0026 by Arip 播放模式 Chromeos 分辨率 1920x1080 视频框高 848x480 音量 50% 视频协议 https://cdnapd.9yb.f.948bb.701534086865D14019A6A40V,SMTCDNS,COM 下载速度,缓冲质量,真属错误码,版本号 3.4.37,2018年8月28日10:05:04,播放流水 5792B6177FB9F34A00F49135B5187C7021,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。点击清除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山东官宣续约莫泰，年薪获达300万美元，创 CBA 纪录。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datavideorrpushv 的 C0026 by Arip ing http news gtimg.com news app ls 0510247408564040视频，山东官宣续约莫泰，年薪获达300万美元，创 CBA 纪录，时长约1分32秒。莫泰抵达济南，齐鲁网9月2日讯闪电体育徐凯华实习记者王海洋，距离 CBA 新赛季开赛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。而在6月14日，山东男篮官方宣布与莫泰完成续约后，莫泰也按照合同约定，9月1日正式返回济南。下周一开始，莫泰将参加山东男篮的备战训练。下周五，山东男篮在张修与南京同曦的热身赛。恢复五天后的外援莫泰登场可能很大。孙悦与北京的矛盾为何不能用更职业的方式解决？上赛季 CBA 联赛中，大外援莫泰尤纳斯场均能够轰下 23.2 分和 11.8 个篮板。而根据之前的报道，莫泰的一年合同总价值大约300万美元。整个 NBA 生涯，莫泰一共打了248场常规赛，其中101场首发，场均出场 18.4 分钟，交出 7.4 分、38篮板、 1.1 助攻的数据，在山东队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。他被称为山东男篮这些年最敬业最强悍的内线外援。如今莫泰已经适应了中国的文化，之前他多次通过社交平台发布与潮相关的内容，新近他又通过视频上的字幕写道，学习潮的知识，训练比赛之余，莫泰也会研究潮剧、潮的制作过程。原来去年莫泰来到中国之后，山东男篮体能教练维珍米加斯教会了他喝茶，二人如今是不错的茶友。根据计划安排，山东男篮9月7日坐镇张修，与南京同曦进行一场热身赛，之后将会前往泰安与青岛国际男篮进行一场比赛，全队是6日左右赶赴中国澳门参加一个亚洲锦标赛事。